它的 KT6 的七夕配色。七夕呢，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，相传每年七月初七的时候，牛郎和织女会于天上的鹊桥相会，以此呢祝愿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安踏 KT6 七夕的限定配色，鞋身大面采用了蓝色的织物布料，点缀了星座的元素，呼应了牛郎织女的传说。而鞋面标志性的魔术贴绑带呢，则注入了鹊桥刺绣的点缀，鞋舌与鞋带的五彩绳设计，源自穿针乞巧的传说。据说啊，每年的七夕之夜呢，女子借由月光，用五彩绳丝穿过特别准备的乞巧针，会向织女祈福心灵手巧，幸福圆满。随后呢，也演变为七夕时节，男女佩戴五彩绳，许愿天长地久，幸福美满。鞋身后侧通过水蓝色的渐变色调与祥云的图案，传递了七夕储水、七夕观云等各地的民俗，寓意了健康平安、吉祥如意。这双鞋既完美地营造了七夕独有的民俗元素，又不会喧宾夺主，破坏 KT6 原有的山水设计美学，这一点呢是非常难得的。同时，丰富的细节刻画并未削弱它固有的实战属性。这样一双球鞋，你会去选择购买它吗？